回去以后，马上检查。516部队的人员是否安全回到驻地？已经做了安全的防护措施，大佐阁下请放心。哎，这回不能再大意了。他们就是封印计划的关键所在，不能有任何的意外。我会去办他。还有追逐他们，赶快把这次试验的结果呈报给我。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李子木呢？哦，您别急，李子木已经委托朋友到日本药店找药去了。什么？委托朋友去找药？对。这种事儿怎么可以轻易委托朋友呢？他也太冒失了，万一出问题，那怎么办？什么朋友？好像是一个叫汪姐的人，李子木对他非常信任。汪姐？嗯。难道会是他？ 如果真是他出面的话，要想搞点药，还是没有问题的。他怎么会认识王姐？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过上次物资供应处的档案室的钥匙也是他配的。看来李子木在上海的各路朋友还真不少。哦，对了，这次呢，被毒气伤害的那些人员需要大量大苏打溶液清洗伤口，李子木呢？ 还要去找上海站的人商量办法去。嗯。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我找顾小姐。请问您怎么称呼？我叫李子木。好，我去给你通报一声。队长，李子木想要见您，说有急事。让他进来。是。他这个时候来要做什么？ 问问不就知道了。先生，请。今儿这么多人呢，不关你的事情少问。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当家做主的不是你，是顾小姐，对吧？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耍嘴皮子。 找我什么事儿？我大哥下午会去码头的仓库公干，我希望你能履行你的承诺。有事儿求我们呀？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很简单，时间地点我提供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针对我大哥进行一次假的刺杀，那样的话，日本人就不会怀疑他了。刺杀又不是儿戏，即便是假刺杀，没有周密的部署，岂能贸然行动？ 我都替你们考虑好了，包括你们狙击的位置、撤退的路线，保证你们不会有危险。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你让我们救你大哥，那你用什么条件交换呢？顾小姐，我都帮过你那么多次忙了，还不够啊？除非你愿意加入我们，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狮子大开口啊！我对你们又不了解。 加入你们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不如这样，这次你帮了我，之后我在我大哥那儿打听到的所有关于日本人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怎么样？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还讨价还价？哎，反正该说的都说了，那现在是1:20，我大哥2点的时候会从公寓处出发，你们看着办。 日本人警戒这么森严，那只有晚上才有机会，白天根本没办法。时间紧迫，只能冒险一试了。你说李子木的方法管用吗？我在想，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们得马上赶到驻地，因为那边的伤员需要救治。嗯，我安排游击队的人来接应我们。好，你拿到货物之后马上赶过去，我跟李子木随后就到。好。 谢谢，我是物资供应处的，来找古离谈点事情。放心。
我们这儿有人，二少爷，忙着呢。二少爷，您怎么过来了？正好有空，过来看看你。你这管理的还挺严格的，这么多日本兵啊！这个仓库储存的东西主要是供应日本军队的，所以啊，日本人派了两个班驻守在这里。哦，原来是这样。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走吧。 你这儿有没有大苏打？大苏打有是有，哎，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找机会弄一些出去给你。好，现在就要，很着急。现在不行，日本人管理的严，这大白天的也没办法下手啊。哎，这么着急，你要这东西做什么？帮一个朋友，说是很着急。朋友？你要是为难，我不勉强你，你只需要告诉我大苏打在哪就行了。二少爷，你瞧不起我是吧？ 如果真是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等一会儿我找机会把大苏打带进去。如果被日本人发现了，我就说我拿到黑市上换些钱花，这样也不会牵连到你们，是吧？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其实你不用冒这么大风险。一会儿我大哥回来，到时候外围的人会知道混乱，混乱的时候，你只要把打包好的大苏打扔到仓库后面的备箱外，这个忙就算帮成了。具体位置我一会儿再告诉你。 行，处长，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码头那边我自己去就行了。码头那边可是重点区域啊，我还真有点不放心。还是一块儿去吧。好，走。嗯。 李子木说他在德国受过训练，看来不假。这个位置对于狙击手而言是个绝佳的位置。撤离通道都安排好了，这里到达街面只需要3分钟时间。到了那里以后，想要甩开敌人追击就非常容易了。那边安排了几个人？4个。再多了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我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放下追查风影计划的事情来帮他这个忙？ 我们现在关于丰影计划的所有线索，都是从李子木那儿来的。他是我们手里唯一的一张牌。如果李子航被日本人怀疑，那就意味着我们前功尽弃。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招他进上海站了？在我眼里，李子木是个爱国青年，而哥哥又在伪政府工作，是绝佳的掩护，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需要的吗？麻烦把这个交给我的朋友。请放心，我一定转交他。哎，慢走啊，朱子，哎，好生看着外边。是啊。
哎呀，太好了！哎，送包裹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啊，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中年女子，还带着一个年轻人一起过来的。呵，还真是名不虚传啊！是啊，这么快就得手了。哎，你稍等一下啊。这样啊，一会儿你带上人，把这些药送到浙东游击队那儿，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你跟侯队长说，稍后我会派人把大苏达一块送过去，给当地受伤的人治疗。好，我知道了，那我走。注意安全啊！啊。少爷，你怎么在这儿啊？上次碰见古丽，他说他在这儿做工，所以过来看看他。再说了，我好歹也是物资供应处的职员，过来转转，算是尽了职责吧。行啊，难得你还有这份心。我和陈副处长到处转转，你忙你的。是，哎，都别站着了啊，自己忙自己的啊。好。再等等。啊，令弟真是人中龙凤，一表人才呀！啊，陈副处长，你就别夸他了。他现在啊，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头疼死了。哎，他现在在处理啊，没什么具体职务。您把他安排在这个地方，那真是大材小用啊。依我说，他的能力当个科长，那都是绰绰有余。科长，您可真是抬举我了。我呀，没那个心思，谋这份闲职只是为了行走方便。现在的上海被这些日本人给弄了。哎，说什么呢？如果想要除掉李子航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要是担心那个李子木，可以一并干掉。我们对待敌人可以不择手段，但李子木是我们的朋友。你看看，说话口无遮拦，做事又莽撞，这真要安排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情，我不得天天担心死？他也就是在您面前这样，在别人面前他断然不敢这么讲话。哎，陈副处长说的对，这点分寸的把握我还是有的。行了，我跟陈副处长也就是说说而已，这真要到供应处担任职务啊，我第一个不答应。搭把手，来来。哎，你们几个把手头的活都停下啊，来给我过来。好嘞。你们几个把这箱子都给我搬走。好嘞，好，利索点啊。哎，好。怎么还不来啊？再等等。哎，你不是过来办公的吗？怎么光顾着跟我说话？这不是被你给搅和的吗？陈副处长，我看这货物摆放也算整齐，说明啊，平时管理还比较严格。要不咱们到仓库里头看看？好，听您的。走。哎。大少爷，冲您来了，走吧，走，走。
下去了，这是命令，撤！撤！ 一起走吧，不了，他们针对的是你，你自己小心。二少爷说的对，这明显是冲大少爷你的，大少爷快撤吧。小心点，走。二少爷，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我大哥已经安全撤离了，没事了。好，闪开，让开，闪开！ 怎么样？东西拿到了吗？拿到了，老孙已经带着货物箱过去了。啊，我刚才听那边枪声很激烈，没问题吧？你是在担心唐顺之的安全吧？他们也是为了帮我们，担心不应该吗？ 应该放心好了，我已经看见他安全撤离了。凭他们的身手，甩掉几个追踪的日本兵应该不是问题。咱们赶紧走吧，这离松江还有一段距离。车辆已经准备好了，走吧。对方一共开了两枪，一枪打中了士兵，一枪打伤了保镖。 从对方行事来看，应该是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行刺的最佳时机，是您和二少爷交谈的过程中，而不是走动的过程中。按道理，他们不应该犯这种低级的失误。既然不是来要我命的，那他们想干什么？警告我？这个我也没搞清楚。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很显然。 他们这次刺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否则的话，我去码头仓库这件事情，他们怎么会知道？处理直到您要过去的人还真不少，这一时间很难查出到底是哪里走漏了风声。不过以后您的行程一定要加强保密，无论这次行刺是真是假，总之太过危险了。你们两个先下去。嘿。 科长，松本中尉，你对李子恒遇刺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吗？李子恒现在身手川岛将军的器重，正极力地把公营处进行改革。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引起了武汉方面的重视，才有了此次行动。目前以往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子恒并不在他们策反的名单当中。也许我们之前的怀疑是错误的。苏师长。 本来有意要撤换他的职位，可川岛将军没有同意。虽然我们有绿萝在暗中监视，但是一直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我现在反而对他有了戒心。那对他的监视还要不要继续？不必了，暗中的监视都没什么发现，那么表面的监视更没有意义，反而让他对我们产生怨念。 他现在刚遭遇刺杀，我们应该给予他更多的关怀才对。关怀？属下明白了。进来。报告科长，火柴盒发了没电？哎，快！来了来了，上尉医生。快点啊！快点啊！
对状况严重的伤员都要进行这样的处理，呼吸困难的一定要给他们打消炎药，而且好，他们眼睛有不适的，这是中毒的反应，用清水给他们清洗以后呢，他们的疼痛就会缓解了，两三天以后呢就可以看清东西了。好，来，准备截肢。好，来，小心啊，再轻点。帮他包扎一下，轻点，轻点。再拿点纱布过来。哎，好，快啊！这所有的伤员全在这儿了，那些离毒气比较近的战士因为伤势过重牺牲了，看来敌人的毒气弹去里边补位置，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来来，放这放这。那您在和敌人作战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支部队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小心点啊，着装和其他日军都是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戴了防毒面具，还有就是出现在战场上的日军军官非常多，虽然没有办法抵近观察，但是出现在战场上的日军军官啊，少佐就至少四个以上，尉官就更不用说了。按说直接跟我们交战的日军兵力啊，也就是一个中队加一个小队，但同时出现这么多的军官，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军官应该就是日军研制化学武器的人员，你有接触到他们的指挥官吗？他们的指挥官一直在山顶上指挥，并且有防护措施。我们是仓促应战，首要任务就是将老百姓安全地解救出来，所以其他的没有太在意。我奉命返回上海，就是为了追寻这支部队的下落。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展，有愧于上级对我的信任。你没必要太自责。我们在暗处，敌人也在暗处。短时间内想要找到他们，的确很困难。但是不要气馁，这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面，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我相信啊，一定能找到并消灭他们。从你们提供的数据来看，这是新研制的武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是的，我们在芥子气中添加了新的元素，在室内进行的实验增强效果非常明显，但是在野外的空地上因为空间比较大，所以它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这是你们花费数月研制的新毒气，但是现在却只是证明你们根本没有什么成果。大佐阁下，科学研究都是需要时间的，你也知道从1935年开始，帝国军团认为现有的生化武器都已经满足战争的需要，所以就停止研发了。现在重新启动研发，有没有德国人的帮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任何科学研究都是有其……好了好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但是你应该清楚，为了让大本营和关东军司令部同意实施轰影计划，我已经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和牺牲。如果在武汉的战争期间不能够展现出我们化学武器的威力，那么他们怎么会同意扩大我们化学武器部队的规模还有它的使用范围呢？你先下去吧。嘿，慢着，赶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嘿。什么事？川岛将军急着要见你，已经派人催了好多次了。找我兴师问罪，算了，我有事情要找他。走。我来清理伤口了。九爷怎么样？伤员的情况怎么样了？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要好。村民们只是遭受了催泪式的气体和失能性气体的毒害，清洗之后呢就没什么大碍了。但是游击队的战士，他们受到了芥子气的毒害，他们受到的伤害呢比较严重。好在大家撤离的比较及时，情况严重的我给他们打了消炎药，虽然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近一段时间内都不能进行作战。看来是因为日军要进行实验的关系，所以使用的毒气威力并没有那么大。也不完全是这样，伤员的症状和我之前见到芥子气中毒的那个症状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听队员说他们受到毒气侵害以后立马就撤退了，但是在短时间内撤退了还能受到这么大的伤害，这说明他们在研制一种改进版的芥子气毒气。
日军本来想在村民身上进行各种毒气实验，侯太队长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步骤。啊，这里发生的情况，我已经向129师上处长进行了汇报。啊，原来是这样。上级指示我们，鉴于日军正在加紧研发化学武器，而我们对他们的情况都不太清楚，我们现在必须扭转被动的局面，主动出击，找到敌人的破绽。我想向上处长请求，安排我之前在特务连的三名战友过来支援。你说的是沈飞、安生和孙明浩三个人吧？不行了，你怎么知道？来了来了，上处长已经安排他们三个人在赶过来的路上了。他要我转告你们，你们几个人组成行动小组，所需要的武器，我尽量提供给你们。如果需要别的东西，你自己想办法解决。这是首长的原话。假如你办不到，处长说，你就赶紧申请回原部队吧。还是上处长了解我，放心，这点问题我能解决。啊，还有，这个呢是和上处长直接联系的密电码，你一定要保存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和他直接进行联系。好。时间不早了，你们呀赶紧返回上海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让徐海峰同志和我联系。你们必须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坚决粉碎敌人的封印计划。是。是。将军，田中大佐到了。叫他进来。嗨。将军阁下。田中大佐，一次隐秘的行动居然被你搞得沸沸扬扬。我就觉得封印计划就是为了这个会战胜利而进行的。在燕角村发生的只是一个反日分子暴动事件，我们用军队进行了反击。只能如此了。放开我！把他带走，走走走，起来。下次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知道吗？队长，我喊急电。嗯。武汉方面派了化学专家来，约好了晚上8点见面。他们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可以去接应他们。上峰这么做也是为了安全考虑，连我们都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敌人就更不会知道。会面地点在哪儿？上海饭店312房间。嗨。停！他们招供了没有？嘴巴很硬，到现在什么都没说。没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马上给他们注射药物。嗨！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你一天都没回医院，韦司院长那边要不要我帮你解释一下？不必了，我跟同事有约定，如果我有事没有去值班，他们会代替我，到时候我再补偿他们。如果你向韦司院长解释的话，反而显得太刻意了。好，早点休息。嗯。
阿德。二少爷，我是阿德。你到底想干什么？汪杰很少夸人，可对二少爷却一直很看重，说你表面上是富家公子，但是为人豪侠仗义，身手也不错，只是深藏不露而已。所以你想对我一探究竟是吗？对不起，我确实有些不服，所以才……你说你也够无趣的，跟踪我半天就为了试试我的身手。也不完全是，其实跟你过招是我自己的主意。汪姐派我来找你是有事情要你帮忙。什么事？平湖的事情她知道了，也猜到那些药品的用途，所以很是佩服二少爷。汪姐没这么多废话，你果然很了解她。这是汇丰银行的本票，她让我转交给你，让你交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替我谢谢汪姐。汪姐还让我告诉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但仅限于您，其他人她信不过。我觉得你是有些反应过度了，还是小心些好。只要是跟上峰发生联系，我总会感觉不安。怎么，你对武汉方面有怀疑？即便有怀疑，我手上没有证据，也不敢轻易地提出看法。人员已经全部到位，继续监视。是。等会儿我去312房间，你在这儿负责接应我。还是我去吧，你是指挥官，不能轻易的冒险。你之前说怀疑武汉方面有问题，是怎么回事？梁队长，有些话我要是说出来，你可能会认为我是在推卸责任。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两个既是同事也是朋友，你不能对上峰说的话你可以放心地告诉我。这次袭击化工厂的行动虽说是由于我的不察陷入了敌人所设的圈套，可是你想过没有，
即使敌人是提前布置，他们又怎么会知道我们准确的行动时间？除非他们获取了我们的情报。没错。那你之前怎么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我？到目前为止，我也只是怀疑罢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只要跟武汉方面没有联系的行动，敌人肯定不会有所防备；而只要跟武汉方面发生联系，多少总会出现点问题。这次武汉方面派专家过来，我心里总是隐隐的担忧。即便如此，这一次是我单独跟沈处长方面联系的，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愿吧。你怎么来了？松本中尉，让我来检查一下你们的情况。请转告松本中尉，这里一切就绪。准备行动。怎么样？听说你遇到了刺杀，你没事吧？没事儿，你看，这不好好的吗？大少爷，啊，对了，你把书房门打开，让卫平把这些资料放进去。拿那么多资料回家做什么呀？苏市长特别担心我，特意嘱咐我让我在家休息一天。可是处理那么多的事情，我哪休息得了啊？但是他的好意啊，我又不得不领，所以呢，就把事情拿回家来做。嗯，方莹。哎，你过去帮一下魏平。是，跟我来。哎，走。大少爷，资料我都已经安置好了。你先回去吧。哎，别忘了把明天的事情安排好。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嗯，走吧。明天有什么事啊？正好趁着明天有空啊，我让魏平把家里公司的各个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大家碰一下。我回来了。子木，家里发生那么大事，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你说大哥的事吧，当时我也在场。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啊，这事明天再说吧。子木，过来一下。少奶奶，钥匙。这初阳。